好，非常谢谢杨老师的演示。这里是诗音琴行，我们仅售有品质保障的品牌乐器，仅与30年以上历史经典品牌合作。我是周仁杰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在我手上这一把非常漂亮的吉他，就是伊巴纳为 Steve Vai 设计的最新款的签名款吉他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伊巴纳和 Steve Vai 的故事。那早在1987年呢，伊巴纳就与 Steve Vai 啊合作推出了签名款的吉他。那之后的30多年里，每次推出的新型号啊，都能烧出一个新高度。那么第一款签名款呢，叫做 JEM777。然后到了1988年的 JEM77FP 呢，据说是 Vai 根据他家窗帘布的图案进行的一个设计。我们又可以看到1990年呢，采用流光溢彩漆面的 UV77MC 呢诞生了。那在1993年，经典的 7V 诞生了。那在2000年呢 ，Vai 竟然在漆面上混上了自己的血液啊，那么 JEM2000DNA 诞生了。Steve Vai 呢，充满了无限的想象力啊，而伊巴纳呢，都能把他天马行空的想法变为现实。那标志性的琴体镂空把手的一个设计啊，还有纸板生命树图案的镶嵌，大双摇都使得 Vai 的签名款也成为辨识度最高的吉他之一。那随着 Vai 大师的技术提升啊，拥有更丰富的想法，那2020年设计出革命性的 PIA。那之所以摒弃之前 JEM 系列的命名方式呢，是因为 PIA 对于 Vai 来说啊，有更深远的双重含义。那首先第一点 ，PIA 等于 Paradise in Art， 啊，是艺术的天堂。那第二点呢，是 PIA 啊，包含了 Vai 妻子的名字。那 Vai 把理想与现实啊，反映到了 PIA 当中。那 PIA 拥有现代的设计美感，华丽而优雅。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款吉他啊。那首先呢，它的琴体弧度啊，相比于经典的 7V 来说，有了更具人体工学的切削，那是根据 Vai 多年的演奏习惯来设计的。那整把琴围绕的主题呢，是精心设计的 PIA 的花瓣图案。那因为 Vai 认为花瓣啊，有一种柔性和简单的美。那么纸板的镶嵌的图案，还有金色的拾音器盖啊，包括我们这边琴体的把手啊，它都设计成了花瓣的图案。然后这把琴呢，采用的是不锈钢的品丝啊，它会更加的坚固耐用。那么全新的 Demazo UTOPIA 拾音器呢，是 Vai 与 Demazo 工程师经过反复录音对比精心设计出来的。那么按照 Vai 本人的说法呢，就是它减少了中频，但是低频更加的厚实。那么在电路方面呢，音量旋钮啊是可以提拉的。那么提拉以后呢，它会打开高通的滤波器，保留高频部分，让音色听起来更加的清晰。那么琴体背面的后盖板啊，它采用了一个磁吸的设计啊。那么相比常规的拧螺丝设计呢，它其实会更加的方便。和 7V 一样啊，我们的21品到24品的品丝呢，是经过挖槽的设计啊，那可以使我们高把位的推弦啊更加的舒服。那么以上呢，就是伊巴纳的最新款 Steve Vai 签名款的吉他的介绍。那么希望这条视频可以给你带来帮助。
这里是声音琴行，我们仅售有品质保障的品牌乐器，仅与30年以上历史经典品牌合作。我是周仁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